好，我们现在的地方是武汉路的江汉路的步行街，是武汉最热闹的步行街之一。这里非常的热闹，特别是傍晚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来散步。在这里呢，它既是娱乐，也是购物，也是休闲的最佳场所。那么在沿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古式的建筑，以前英国的、日本的，还有一些国外的租界都在这一条路上，所以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来看看哦。Is it okay? Yeah. Oh. 很好。